视频开始，小伙伴们先看一下手机电量多少，评论区电量一样的就交个朋友吧。你们要是拥有一个华夫饼机，那么会如何把玩呢？你我是不知道，但我知道老外要干啥。瞧，下面这位老外就直接把水宝宝放进华夫饼机中，想看看启动那刻里面的水宝宝会融化吗？当打开盖子后，神奇的一幕出现，这里面的水宝宝都碎裂开来。之后小哥还将西瓜果冻放进华夫饼机里，再次启动后还没两秒，西瓜果冻直接融化成一滩泥状，打开一看，内部更是不堪入目，也不知道果冻还能不能吃了。紧接着小哥又拿出一大包玉米粒出来，想看看华夫饼机能给它炸出爆米花吗？哟呵，话都没说完，小哥就将所有的玉米粒都倒了进去，甚至还在里面倒入大量的油，看来小哥下了血本啊。将盖子盖上后，接下来就等着丰收果实啦。数分钟过去，小哥迫不及待将锅盖掀开一看，这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，没想到华夫饼机还真可以炸出爆米花来，这成品馋得球球直流口水。好了，喜欢我就点击收藏和关注哦，每天给您分享不一样的一期视频。